刚睡醒，这公园小蚊子真多，睡都睡不好。然后现在准备去赚钱了，我都变成这样子了，你们都满意了吧，小黑粉们？今天呢，我的工作任务是捡瓶子，拿去卖，维持一下我现在的生活。我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，我会努力的，生活加油！哎，捡了一下午，才收获了这么一点，肚子也饿了，现在来买点好吃的。绿头鱼，你这半根香蕉多少钱？1块。哇靠，好贵呀！今天就赚了这么一点钱，还是省着点花吧。来，拿着，今天只能简单的吃了，明天我再继续努力。老铁们，这就是我今天吃的东西了，因为赚的钱也不多，只能简单的吃了。这个香蕉甜甜的，香香的，还真的挺好吃，我每天都吃这些，你们都满意了吧？全都是因为你们，我想家了，现在还差400个粉丝就可以回家了，能支持一下我吗？我想家了，我爱你们。